今晚就我们抽奖那个人数有多少人？哦，有2000多人哎、欸！哇，太多了吧？啊、可是啊，这留言我都已经做那么辛苦了，2000多个留言里面还是一大堆人写什么？你看这个黑暗加油，但是这集怎么没有梦琪？那这个什么 HK 的都有大枪枪了，梦琪却不在。啊、看，我们是手作频道哎、欸，我都已经做了100多个小时的枪，哎、欸，怎么你们还是只想看妹？因为我不会拍妹嘛，来，干干干，那我们这一集就来做鉴宝自肥计划，一日女友之阿梦琪嘞，哎、欸，干嘛？做女朋友？啊？走啊！今天是我们的女朋友计划一日游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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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？可是我没有坐过挡车哎、欸。挡车才帅，男人都是骑挡车啦，像我这种真男人一定骑挡车啊！别废话那么多了。哎呦哎哎，哇，被粗鲁。干嘛拍 MV 啊？可以哒啦，那我们第一站来到这个蝙蝠洞，可以标吗？谁带女朋友来蝙蝠洞？只有你吧。特别的行程给特别的你，我可以标吗？特别准备这个哎、欸、雨鞋，等一下要进去踩那个蝙蝠洞会有水，你看你是不是都计划好了？要不我们一定要下去吗？是啦，都已经到蝙蝠洞的入口了，这都没有人吗？都没有人啊，你就看这景点多夯，多夯！问你啊，好 A 哟、哦，满意，好怕哦。没关系，我走前面，啊、我保护你。你说的、哦。大胆旅行团出发！你有手电筒，你可以按。我不敢照哎、欸。你不敢照。不然你走前面。不管你走前面。啊，有蜘蛛网哎、欸！真的假的？知道。好了，进去啊。好低哦，烦哦。我想说这里不是真的很可怕。到了没？没有，这要找很久哦。嗯。我看到蝙蝠。你认真吗？啊？你认真吗？认真啊，它在墙壁上啊，你等下经过吧。我不要，我不要经过它。你等下。为什么这么低？我以为是很大一个洞。你们看到，前面一只小蝙蝠停在那里，我们就安安静静的掠过它就好了。很大只哎、欸！我不要过去了啦！你是这样子对话？真的蛮害怕的。喂！我看到有光的地方嘞。好。哇，这怎样？悬崖，所以我们要继续往这一边。啊，还有岔路。怎么样？看一下。他要走很久吗？我不知道。还是我们从悬崖跑出去？不要啦，没有这么可怕啦。啊，搞不好前面很多啊。没有啊，没劲啊。我帮你补特，你怕我跑掉？对啊，过来，快一点。嗯，那是什么？我不要过去了。有一大堆蝙蝠啊！嗯，有一大堆蝙蝠。哇靠！超级多蝙蝠，超多，好可爱哦！我想摸哦，可是别按好了，它飞了，特写它飞起来，碎啦！我们要突破一关了，梦琪。蝙蝠又飞回来了，梦琪。哇，蝙蝠越来越多嘞！哇，它飞出来了！我跟你讲，它飞出去了。我现在就是这样子照着，然后呢？蹲定。他们会从前面飞过去哦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欢迎光临的剑毛犬。越来越多嘞，好屌哦！为什么？它现在飞超低的。要走了吗？嗯。好，来哦。还很远吗？知道，我现在往后走了，我怎么会知道远不远？好想吐哦！你想把我打死吧？对，我说这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死你，然后再跟你分手。没有，这前面就出口了。对，有，我刚刚看到出口了。是不是？我们就走完了一下，到终点了。好的，让你死定了。
来来来来来，来来跳啊你！睡啦，我攻略真的扁不动了。准备下一个景点了吗？我要回家了。你要回家吗？你们第一天就分手的吗？喂，半天还不到就分手了吗？够了。既然他这么不喜欢这种行程，那我就带他去都市一点行程吧。Let's go。很热哎，要去买饮料吗？好。我以为你会拒绝我。就是你的一日男友，我啥会拒绝你？那你知道我要喝什么吗？我不知道。宝贝，你要喝什么？不行，完全不行。你还是叫我名字就好。买到了。好哦。不买衣服，买什么鸡蛋糕？怎么样，好吃吗？给我！我不喜欢吃鸡蛋糕。都咬掉了。要不，你真的什么都不要买吗？就买这一个饮料，然后跟鸡蛋糕，我们就跑到一中。是你带我来的。哦，对哦。是我们那么……啊，不然小心啦，我都带你去。真的吗？对，我都带你去。台中港哦，好美，高美湿地美，白沙湾哦，真的吗？好啊，那就走了。台中港，我们要去台中港，我们要去台中港，走啊！哎呀！有没有到了海边了？哇，好久没来这个地方了，好久没来了。没有啊，你现在看起来很好。是吗？对啊。哎，我今天当了一天的男朋友，哎，完全没撒娇过，哎，还撒一下吧，稍微撒个娇吧。哈哈哈哈哈！要吃饭了，好饿哦。要吃啥？我。哎呦，那我要带你去吃台中港。哈哈，又是台中。你走开！到底有多坚持去台中港？不然带你去吃东海一间我最推荐的一间餐厅啊。那个。是哦，就自己走哦，自己走哦，来来来来来。自卑气话好爽，还有五小时五分钟。哎、欸，你看大家都在回去的路上啊，我们要赶快去吃晚餐了。哎、欸，你会不会冷啊？你就穿那样，有点。帅啦！你看我外套直接给你，我直接不穿外套。一日男友，帅不帅啊？真女友，好哦，好嘞。这里会冷吧？哎、欸，啊，不然怎么办？没有多准备外套。真的吗？你不是因为拍片才这样讲吗？帮我们遮罩没？我们一人穿一半。我们去拍我们的左边。很冷吧？就跟你讲说不要一人穿一半的，我还破音。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啊，对，这是我全台中最爱的餐厅。我第一次来，哎，带你吃吃看。要去什么地方？对，带你去。好，不要讲这地方。Go go， 这间叫做皮耶小馆，小小的自入一下，真的是我全台中最爱的餐厅。他在东海艺术节，然后如果有兴趣的可以来一下。对，究竟 Mandy 的口味跟我到底，不是我女朋友口味跟我到底，到底怎么样呢？嗯，好厉害哦！真的吗？真的好吃？好吃，真的好吃，推荐，推荐，没有手推比，赞，赞，赞 ，Mandy， 赞，赞，嗯，结果超烫。会很烫，嗯，不会啊，好暑你哦。那我们就赶快把它吃一吃，然后就做结尾吧。嗯
什么无奈的表情？被扣头超不爽。那我们今天这集要怎么做结尾呢？还是我们就是上一次我们那个三百层汉堡那一集，在影片中说，哎，我们结尾会有个爱的抱抱，结果我没有抱。然后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来补抱这样子，你觉得嘞？好啊。我认真。哇！哦，你还真的抱哦。那我们可以分手了吗？哇、哦，你这句话也太虐了吧！你就这么不想当我女朋友吗？当你女朋友很辛苦哎、欸。哪里辛苦？你这样子之后谁敢当我女朋友？好啦，有时候还蛮暖的。是不是？哇，奇怪的彪仔，我保你。好了，帮你拨一下刘海，当做我对你最后的疼爱。好了，他会想念你的。那、啊、你呢？好屁哦！滚！时间好晚哦。好啦，你也陪我当一天女朋友那么久，那就该镜头了，那就要该镜头了，该镜头了，那就该镜头了，拜拜喽，拜拜。啊，不对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然后也别忘了追踪我 IG 哦。最后还是要这样宣传一下吗？对呀、啊，好，那拜拜，下次见。那就这样走了吗？那就走了吗？不是，哎，这就走了。哎，所以我说，有没有要当我女朋友啊？